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啊。今天是礼拜二，9月3号，九三军人节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今天是涨了49点，大盘连续5天啊的一个上涨啊，目前的格局来到了前波高点附近啊，量能800亿啊。当然刚刚讲过，今天是九三军人节。说真的，自从啊洪仲丘事件，可以说啊军人的士气啊，军人的社会地位啊很低落啊，很多人都在批评国军，尤其啊这个、电视上的名嘴。那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今天啊，我应该替国军讲几句话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在网站上看到的。天灾风灾总是看到国军啊四处啊帮忙，一天到晚电视上啊骂国军的名嘴狼嘞，啊在那里救灾啊，啊为什么不来救灾呢？你看这国军多辛苦啊，这也是阿兵哥啊，救灾救那么累啊，都快睡着了，很辛苦，全身啊都是泥土，啊说真的，我们应该给他们加油哈。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则。这是一个军官啊，发表在网络上的。他说：“当个军内职业军人啊，当个军人是我的选择。老婆从军校毕业就一路啊陪伴着我。每次收假时候啊，收假就是放假回去营区报到了。每次收假时，从来不问我何时放假，因为连自己都不敢保证，甚至连蜜月都没有给他。老婆的支持让我全心啊投入在工作上。国军加油，我们不会被打败的。”啊，这是一张啊，他们结婚时候的照片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啊。这老婆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伟大啊，因为先生几乎都没有在旁边啊，要独立生活，要抚养小孩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应该给国军啊加油啊！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哈，那网络上有一个活动啊，叫做9月3号着军装穿迷彩为国军加油啊。张宇明今天特别角色扮演啊，角色扮演叫做 cosplay 啊啊，今天扮演飞行官啊。着军装，穿迷彩，为国军加油啊！张宇明一样啊，为国军来加油，啊，国军是不能被打败的啊！国军如果被打败了，阿公啊都过来啊，啊，共产党过来，财产就没有了，啊，就充公了，就共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替国军加油啊，有国才有家哈。那回到盘市来，昨天基因跌停板，今天涨停板，一定会有人问说，那基因可不可以买啊？啊，好像止跌了，昨天跌停，今天涨停，好像止跌了。啊，跌升的股票止跌了，可不可以买？我们先看这个新闻好了，看完你就知道可不可以买。这个石头啊，是前两天啊下大雨的时候啊，在基隆掉下来的啊。这个石头从啊山上掉下来，从这个山上蹦滚下来啊，刚好滚到啊这个车子旁边，这台车子被它碰了一下啊，你看压成这个样子，还好没有被压上去，不然就人就扁掉，就死掉了哈。啊，这个石头5吨的石头从天而降，从这个天。这边啊，掉下来，嘣，就掉到这里啊，就放大图就在这里，差点把这个车子啊压毁啊。这个地点在碧沙渔港附近。那目前还有一颗即将要滚下来，更恐怖啊！这是附近的居民啊，啊，这个人心惶惶，大家要被惊死哈。来，在这里啊，这个石头目前在这里啊，已经有一颗掉下来。那目前这个路好像已经开通了。那这个石头在这里摇摇欲坠，万一掉下来，哇，不得了！这掉下来真的是不得了，在北林路基隆的北林路附近啊，这颗石头有多大？你看这小小的哈，来放大，你惊死哈！哇，天哪，这么大一颗啊！这一颗2000吨的巨石，万一掉下来，你看这一个人才这样，那这个不得了，房子都被他压扁了。所以你看多可怕一颗石头啊，在山上摇摇欲坠，即将要掉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附近的居民啊，大概错个被我被惊死啊！那个2000吨的石头掉下来。不要说人啊，连房子都不见了，啊，跟保龄球一样，放突然全部都倒光了，2000吨，啊，这石头掉下来的力量真的好可怕啊！啊，看完这个，我真的本来想要去基隆玩都不敢去了哈，带来叫 Candy 那水洗哈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看完，自然是这样。那这一颗这个股票，你看基因大跌之后，今天涨停，那可不可以买？投资朋友刚刚讲过。才讲过而已，一颗山上掉下来巨石2000吨，你怎么抵挡啊？那股票在下跌的时候转空的时候，就像那个石头一样，蹦掉下来，你可能去接它吗？可能去抢反弹吗 ？No， 绝对不可以啊！在没有触底之前，绝对不要去吧。就算滚到一半，也有可能再滚一次啊，不是吗？那你怎么去接呢？你接了，
万一不行，那被压倒，那不得了，被压死哈。所以我们说股票这样跌下来，跌快七成了。那请问到这里止跌了吗？没有止跌啊，这还没止跌、啊，这有可能再往下滚啊。所以我们这种情形不要去抢反弹。当然你高档早就应该走了哈，不知道在这里后悔。那更不要讲在这里去抢反弹，绝对不行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有人问基金可不可以抢反弹，我告诉你不行哈、哦，不要再问了哈、哦。为什么不能抢反弹？会下跌的股票就像松垮山坡上的石头，就像这一颗一样。2000吨而已哈，这一颗2000吨的石头在这里，这么大一颗，其实把它看远远看是没有很大，近看很大。那么这一颗石头在这里2000吨，嘣掉下来，你看这房子啊，这民宅，这哪看它一挤啊，一定会被挤垮掉的嘛，对不对？这2000吨的石头这边就像这个一样啊，会下跌的股票就像松垮山上的巨石，闪躲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去抢反弹呢？投票或者去测试这颗石头有多重？不会上 bug， 所以懂没有？很多股票不要抢反弹。你如果你之前有这种坏习惯，希望今天讲后你都不要再去抢反弹。抢反弹输的机会非常的大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来，宏达电昨天跌停，今天小幅止跌，那可不可以抢宏达电的反弹？可不可以？如果你买进去，你看不得了，现在滚下来，哇，天哪，五成不见了哈。那跌到这里，如果还没有止跌，可能再往下滚哦。来，那我们看止跌了没有？还没有啊。这负向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大啊，所以这种格局的股票不要去抢反弹。当然，这几个月我都一再跟你讲，不要去买宏达电，这也不是讲第一天了。我相信我的会员、我的观众，你都听进去了哈。来，陈统也是一样，大跌一波下来，跌54%了啊，滚下来的石头很力量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转空了，就像支撑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趋势线的支撑没有了，筹码线支撑也没有，动能线支撑也没有，三条线的支撑全部没有，嘣就滚下来了。一滚就是54%，到这里还没有止跌，听懂意思了吗？所以这种股票不要去抢反弹哦。来，比如说，那华宝可不可以？华宝今天涨停哎、欸，前两天拉回，今天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压回跳空跌停啊，今天拉上来把缺口补掉，那这种格局可不可以抢反弹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是一样，还没有跌完呢、啊，它根本没有修正空头完毕啊。三个支撑，目前只有一个小支撑而已嘛，第一线、第三线的支撑还是不存在嘛，所以我们这种格局不要去抢反弹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比如说南六今天涨停板，一定很多人在那边炫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炫耀它南六涨停板150买，有什么好炫耀的哈？今天149，那我们看到这里，可不可以抢反弹？不行啊，这根本没有翻多，这怎么抢反弹？反而160、165还没有克服啊，你要做这一段，或许有钱赚。要做这一段，你要赚钱机会非常渺小，所以这种股票不要抢反弹，懂意思吗？这种格局的股票都不要去抢反弹，要切记哈。来，石威三 D 跌可不可以？不行啊，这反量这么沉重都转空了。大囧可不可以？不行啊，这根本就是空头格局，甚至有的股票更多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也讲不完啊。台股目前1599档，我说这我现在开始讲一个小时也讲不完了，或许这些不是你的股票。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有类似的格局，一定要记得避开，懂意思吗？不要去看到这种股票反压重重还去追，那你就可能会受伤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来，那像这样股票呢，有一个人问我说啊，这个股票呢，哇，波罗威涨很多哈，从啊三几块涨上来，目前的格局依然是一个三线翻多的架构啊。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这两股票？因为有一个啊澎湖的欧巴桑啊，他是一个。啊，60-70岁的啊，这个欧巴桑，他在澎湖马公的码头附近啊，卖啊这个小吃店的，啊，他跟我说他有这档股票，那我说很好啊，那你为什么买？他说他看股神系统买的，啊，他说他看到电视上有一个人啊，分析师，啊，一直在炫耀这档股票，啊，到底什么时候买的不知道，讲不出来，不然拿个扣讯给大家看嘛，哎，你就买在38块啊，那跟股神系统一样厉害啊，没有啊，中间才开始讲40-50块开始讲。然后就说他有多厉害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，可是 K 讯一张都拿不出来，分析师没有 K 讯，嗯，啊，这个人就没有身份呢、啊。你光明正大操作一定有 K 讯呢，啊，怎么没有 K 讯呢？那用嘴巴讲谁不会？一个比一个会讲 ，K 讯拿不出来，他乱吹牛。那老板上就打电话给我，跟夫人讲，我一定要跟张一鸣讲个话，好，我就跟他接，哎，啊，这个王太太你好，啊，我张一鸣，啊，他讲啊，他把这个小故事跟我讲，啊，他说那个分析师太逊了。他虽然是一个将近70岁老太太，他都比他厉害。我说为什么？
他说他看股神系统买的，他说他买在38块多特写，他38块半出现买进去，他就买了，一直爆到今天他没有卖，投兵啊，他说他这样操作才是正确的，没有错，我认同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他说没有，不是我厉害啊，是张一鸣张老师你厉害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啊，他就看股神系统做的啊，看了股神系统做，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厉害。他跟我这样讲，他不敢说比我厉害了哈。所以如果你有股神系统破了位，你会买在38.5，会买在这里，懂意思吗？中间没有任何的卖讯，你不会卖，就爆到今天，懂意思吗？不要说啊，买40块、50块、60块在那边炫耀，啊，38块半股神系统就出现买进讯号了，懂意思吗？就一波这样上来哈，这是我软体会员操作的啊。张一鸣没有做这档股票，因为这档股票股本比较小啊，因为会员说真的进出比较难，啊，常常我的会员跟我说，张老师，我被弄过八丁哈，你有没有给我一小型股？啊，我自己买的涨停板，我自己买就涨停板，你不要拜托，你不要叫那种股票。我跟他说，我不会叫那种股票，你放心。啊，这是一个软体会，一个欧巴桑，一个70岁住在马公的欧巴桑跟我讲了。那这段话听了，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啊，所以看到很多人在那边炫耀，哇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，口讯一通都拿不出来，连老欧巴桑都看不下去了哈。投资朋友，当你有一套好的武器，你会轻易赢过很多人，甚至很多台面上的分析师。啊，我那个老欧巴桑的会员，他竟然可以买了38块半。报到今天，天哪，谁能赢他、啊？台面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赢他了。如果你有做 Polo Way 的人，哪一个人可以把38块半的 Coach 买拿出来？我想拿不出来。哪一个人会一路把它报上来？那我说你为什么报得住啊？王太太，他说股神系统没有卖讯，我就卖啊，我就抱着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卖？他说股神系统出现卖讯，他就要卖了。哎呀，真是不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很漂亮一个操作哈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股神系统破了位，你会买在38.5，你不会买40、50、60，更不要讲65了。所以，啊，恭喜这个太太哈，来，有没有？那我今天讲，如果你有股神系统，你会买的是智勤，不是基因。今天反弹涨停板，我刚刚讲过，不要去抢反弹哈。为什么说会买的是智勤，不是基因？啊，基因就这样格局啊，为什么不能买它？这空头格局啊，怎么买？你买这里就应该卖的啊，投资朋友，你在4月初的时候就应该卖的。有没有4月、5月连续出现两个卖讯，第三个卖讯，三线早就跌破转空，那这种格局的股票你怎么可能会去买？张里面更不会带会员去买，不可能啊！如果会带会员去买，那绝子绝孙了。为什么啊？明明三线转空，我还带你去买，那不是要害死会员吗？不可能，蔡明不可能做这种事的，绝对不会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今天你有股神系统，你不可能去买基因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三线转空的股票啊，不可能去买这种股票。那会买什么？会买智勤啊，哈？为什么智勤？哎呦，天哪，创新高哈！这昨天的图卡哈，为什么创新高？来看股神系统，哎呀，碎啦，三线翻多了，有没有？原来在这里特写，早就出现买进讯号了，1、2、3，总共13个，我上次算过了哈。这么多买进讯号，告诉你这档股票要买进了，有没有？最后呢，最后做一个喷出了，哇，原来三线翻多了，创新高了。不可能去买基因的理由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智勤三千万多，基因三线转空。虽然说，如果你今天要买的股票，你可能会买智勤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去买到基因了，懂意思吗？当然，买完基因，赔了将近70%啊！很多听说很多明星、小模啊、小小的模特，一个月没赚多少钱的人啊，这边穿梭啊，听到消息说要基因要做到300，最后去买了套到200块，现在剩下60几块，欲哭无泪哈！来。智勤248块，这是昨天的 K 线，昨天的股价191买，已经赚115块了。这是总统会员，特别会员涨248，192买，已经赚56块了。投资朋友，我今天9月3号，我在这边问你，你做股票什么时候一档赚过10块的？赚10块的，10000块就赚10块，一张赚10000块的，很多人都没有。来，56块就是56000一张哦，哈，56块一张哦，哦，这是两张哈，115块。有没有115块多少？你自己算了，很可怕哈。为什么？因为190买的，涨到248哈，191再买一次，192再买一次，总共买了3次。为什么当时会买？哦，天哪，这有几个买进讯号，这数不清啊。原来如此。这图卡什么时候？7月12号。啊，我再讲一遍，你在7月12号如果看到不是这张图卡，你带回去的股神系统如果看到不是这样的图卡。来，我悬赏1000万，我悬赏1000万，不但悬赏1000万，而且张一鸣退出股市，那表示我股神系统作假嘛？因为会员拿回去都不是这样啊，只有我自己事后在作假作弊的，
那张爱民退出股市，再额外再悬赏1000万。投资朋友，你放心，你带回去就是跟我电子展示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时你就看到这种格局，当然会买，很简单呢、啊。啊，但是我昨天做完节目，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了，问更深的问题：为什么这么多生技股？张爱民，你为什么买智勤啊？其他那么多生技股，你为什么不买？哇，一个比一个犀利呀、啊！天哪、啊，还好我都会哈。来，这太简单了，来，生技股17开头的，哇，天哪、啊，1701了哈。这么多生技股，天哪、啊，怎么选呢、啊、哈？到1799，将近99档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生技股怎么选呢、啊？17也就算了，还有41开头的，哇，4141一大堆哈，到41668，有没有？加起来，天哪、啊！将近啊，300档，将近200档的生技股，这200档的生技股，168档哈，来，所以有人问说，生技股这么多，那为什么张爱民你要挑智勤？不然讲个道理给大家听，投资朋友，这个答案如果讲不出来，那就有问题了，那就表示他是瞎子摸象，乱设会标的，不然就是跟主力配合嘛，讲不出理由，总不能说，哦，就是跟主力配合啊，主力帮我拉的啊，对不对，投资朋友？所以这个答案一定要讲得出来。你为什么买这一档？生技股160几档，那为什么挑智勤？答案你要告诉大家。我刚刚讲过，为什么不敢讲？为什么这个答案会讲不出来？很简单嘛。你看一个分析师买很多股票，买了股票涨上来，他讲不出理由，跟主力配合嘛。主力帮他拉抬，他当然不能讲说，哎，这主力帮我拉的啊，将来要坑杀散户啊，他当然不能这样讲啊。第二个乱设会标的嘛，他当然不能说我乱设会标的啊。所以我买股票一定有个依据，有个理由。来，我今天告诉你为什么？为什么168档的生技股我挑智勤？注意看哦，来，请问这可不可以？这也是生技股啊？不行啊，这怎么买？反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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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天啊，这么多反压，蹦蹦跌停去跌停，这种股票怎么？我不会挑这种股票啊，不可能啊，同意是吗？你看就懂了、啊，这可不可以？不行啊，这反压这么沉重，怎么又没有3000翻多？这个呢？这个不行啊，这反压重重啊，有没有1234567890？所以这个整理格局啊，上游卖出，下游买进，所以这格局还整理，所以不能买啊。来，举例给你看，你就知道这不行啊，这怎么买？这是空头格局啊，我怎么可能挑这种股票？这不行啊，这反压这么沉重，虽然跌那么深的，反压还是很沉重啊，有没有？来，怀特，哇天哪，你从这里看，这怎么买啊？这反压重重怎么买？这种格局股票不能去挑啊，懂意思吗？来。我现在举一些股票给你看，你就知道这种股票不可能去买它嘛。这种格局的股票，高档反压重重，这转空怎么买？投资朋友，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一些股票做例子，啊，但这些股票大概涵盖这160几档了。那真正翻多的、现行漂亮的，有吗？有。最漂亮是哪一档？那就智勤啊。哦，当然挑这一档很正常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问我说为什么挑智勤啊？就3000翻多最漂亮的嘛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不困难。那同样，如果把这个问题丢给你，投资朋友，明天又要开盘，今天已经收盘了。来，今天睡觉的时候，今天睡觉之前哈，请你利用5分钟啊，你晚上12点睡觉，你请你利用5分钟想一想这个问题哈。当明天股市开盘的时候，请问你要靠什么赚钱？你要用什么方式来选股票？不然你如何面对明天的开盘？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答案，你明天做还是输啊？你根本就不想你要怎么来选股，怎么来做股票啊？怎么挑到好股票？怎么避开有风险的股票啊？不是吗？投资朋友，股市如战场，工具就是武器，武器决定输赢。张爱民的武器很简单，就是股神系统。投资朋友，你可以带一套股神系统回家，啊，轻轻松松拥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啊，跟着我们来做操作。如果你时间比较忙啊，你资金部位比较大，你想要来跟我操作的也可以。那你想要操作乐趣的，我自己做比较爽，你就带一套股神系统回家嘛。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来决定哪些股票要避开，哪些股票是你可以挑选的。你说我们道理？我们进段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该选择安全的方式。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。交通部关心您。
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波纹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在用。最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啊！昨天我说，当你有股神系统的时候，你会买的是智勤，你不可能去买基因，投资没有？为什么？我们再看一遍，因为基因三线转空啊，这怎么可能去买？为什么会买智勤？因为智勤三线翻多，很简单啊，这有困难吗？这不困难，这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当然，站在台面上总是要不断的接受观众、接受会员的挑战啊。所以昨天有问我说，啊，问你几档股票？啊，请你有种你就回复一下，我在这边就回复你，我绝对有种哈。好，蓝天、乔村、东阳、冠德、光阳科、上银、利奇跟嘉义、华丰。啊，请问如果这么多档股票，张一鸣你会选哪一档？张一鸣不怕挑战，你放心。啊，有问题就问上来，我绝对可以回答你，而且让你心服口服哈。那我们说选股的时候，它必须有个依据，不能乱来。那我的依据很简单，先用股神三线来筛选，这一关过不了就不用再看了。看完再看法人动作，看它位置跟形态，看它基本面的变动有没有好转，由此这样来选定股票哈。所以我们说这些股票，我一档一档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啊，这个会员观众问的了哈。来，第一个蓝天，可不可以？你看就知道啦，我不会选蓝天的哈，要么我就放空。乔村，可不可以？都走完了怎么选？这种股票要应该要跳来放空的，不是做多的哈。东洋这更不用讲，反压重重，高档四个反压哈，我想你一定看得懂。冠德。1234一样，反压重重，那转空了怎么可能买来做多？所以我们看完之后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答案就有了，这都不能买啊！来，光阳科，可不可以？不行啊，不是这里不行，特写从高档就不行了，有没有？高档这里就不行，一路这样下来，投资没有？到现在还是不行，根本没有翻多。虽然到零轴附近，可是反压还是连续出现，镜头拉远。所以这样股票，这半年我是不会去做的。懂意思吗？这样是不是讲很清楚了哈？啊，接下来我们看上银、利奇跟嘉良益。上银这一段我一张都没有买，懂了没有？这一段很多人拼命买，啊，拼命买上银，哇，多好多好，结果会员都断头哈。这一段哈，这一段不能买，一看就知道嘛哈。这一段懂了没有？有没有翻多？有，但是为什么力道不强？来特写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因为中间遭遇三个土石流哈，要把它打回来。还有低档的把它买回买打撑上去啊，但是有一定的阻力的，所以这边讲有点破缺啊，所以这样股票走势不强，原因就在这里哈，上影，所以它是算翻多，但是我没有做，原因就是反压出现哈。来，利奇这一段好没有跌很深，为什么这一段不能买啊？这一段好像比较止跌呢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这段你怎么买都没有用啊。为什么这段反弹力道好像不是很强？来，你看这一段特写，你看在这里弹，哇，天哪，反压这么沉重，有没有？138、132、127啊，123，这是反压沉重，有没有？所以它走势就比较温吞啊。今天136、138反压还没有克服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完之后，你心里就很明白了，哪些股票可以买，哪些股票要反压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嘉联益，嘉联益大跌一波反弹上来，来看一下，
为什么不能买？哇，天哪、啊，反力要重重打回来，来到这里开始反弹，哎，又遭遇乱流，有没有卖出去要出现？有没有？所以它反弹力道比较怎样温吞一点哈。所以看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股票上面是空头股票，这是翻多，但是力道不强。来，华丰，哎呦，碎了，华丰熊碎了，有没有？三千多翻多了，今天一度攻上涨停板，投资朋友，我想你的问题我回答你了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些股票哪一档可以买，这些都不能买啊，这些力道不强啊，就这一档、啊。同样这个问题，我想每个人都会面对。当明天股市开盘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，是不是？请你想想看，你睡觉前三分钟想想看，今天睡觉的时候，当明天股市开盘，你要靠什么来赚钱？这是你没办法去逃避的问题啊。你怎么去选股票？那如果你不会选，你怎么会做？你怎么会做赢？投资朋友，商场如战场。武器定输赢，你没有好的武器，你想要赢钱比登天都难哈。投资朋友，来，当你有很强烈企图想要赢的时候，接下来只关键只有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就是把脚步跨出去。什么脚步跨出去？赢家的脚步跨出去。赢家一定会带给一个什么好的武器？这个武器，或许就是股神系统啊哈。投资朋友，你想要享受操盘乐趣的，你可以啊带一套股神系统回去。你想要没有空的，很忙的，你资金部位比较大，我带你操作。我们进到这里，明天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，能活下来需要运气，更需要勇气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有了新家。四年来是不间断的加油，陪我们一起走出阴影。四年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好好生活。因为有爱的地方就是家乡，就有力量重建新居，重建希望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。